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将用镜头带您快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种树对环境有很大的好处，可以达到视觉绿美化，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且延缓气候变迁。不过要怎么种树才能够提高存活率，让树根扎得稳，树枝又不怕风强吹倒呢？专家就表示，在栽种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土生和固定保护，树苗才能够快快长成大树。小朋友和爸爸妈妈拿着铲子要来种树，但是树要怎么种才能够种得好？首先要看树穴够不够深，再把树苗的软盆和底下的纱布拆开，种下去之后，树根才能够自由生长，把土壤牢牢抓住。土地的高度大概相差5公分，哦，那如果这样就可以开始种了。让这棵树种起来，它会更稳哈。所以咱树头那挑栽，唔惊以后做风台哈。不管是山林还是平地，农政单位都积极努力造林种树，因为树木可以涵养水源，保护土壤，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净化空气，对气候变迁有一定的延缓作用。水源的缺乏哈，跟气候变迁有密切的关系。那主要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高，那森林呢，它每年的碳的吸存量呢？应该是4.56万吨的这样子的一个容量哈，所以我们知道植树造林可以达到一个减碳的目的啊。树苗种好了之后，为了让树根扎得稳，树枝不怕风吹雨打而倾倒，所以在每棵树苗旁都要插上一根竹竿，再用麻绳把树苗绑住。那在这个尾端再把它绑一个死结，所以这一棵树将来风再大，它有这根竹子的支架。它就不会断掉或倒掉。发动这样的企业认养造林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那么也希望透过我们跟公司部门的协力合作啊，然后呢，企业呢也能够展现它的一个企业责任，大家共同来造林。春暖花开，万物苏醒，正是种树的好季节。农政单位和民间协会举办多场的植树活动，全家一起种下一棵树，等待树木长成，工人乘凉，也为环境尽一份心力。社区好新闻，李佳龙、赖昌邦采访报道。您看过国中生的社团课是教焊雕和水电吗？位在前镇工业区的新仁国中，针对学生的特性开办技职性的社团，学到生活必备的技能。学生从害怕恐惧到有自信的创作，甚至透过绩优甄选录取公立高职，为学生开辟另外一条升学的管道。使用剪线器接电源开关的接线，师傅用丙级测验的配线盘，把这群同学当成是要考证照的训练。不过他们不是高职生，要一般的国中生接触这些，恐怕都很担心被电到。也有女学生一起学，打破修水电就是阳刚的刻板印象。可以帮家里省钱，然后坏掉的东西我可以自己修，不需要再请外面的水电工，然后再来那个一修理。这边有两个螺丝。好，左右各有两个，然后我们对齐了以后，把它锁起，这样子就完成了。好，开始。水电行师傅自己带来的专业工具，不收钟点费来教学生，让国中社团课不只是娱乐性质，学生能真正学到东西，运用在生活上。喷溅出来的火花令人触目惊心，焊雕社的同学装备齐全，手里拿着机具，做出的艺术创作品规模越来越大，把日本武士结合无敌铁金刚，所用的材料是学校附近汽机车修护厂不要的废铁零件，漆上油漆后化腐朽为神奇。而社团老师也是半路出家，因为本身喜欢动手做东西，而和学生一起钻研焊雕。两年前呢，这一个暑假哈，我们那个校长聘请外面的老师来教我们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发现就越做越有趣。那我强调就是教学相长哈，学生学，我们老师自己也一起学。位在前镇工业区的新仁国中，学生的家长大多都是从事劳力密集产业。学校开办技职特色的社团，让这群学生现在就能接受高温闷热的环境，把辛苦的工作趣味化，成为职业试探的一环。甚至校内有东西坏掉，他们都有能力修缮。学生更透过焊雕作品参加比赛，在绩优甄选中录取公立高职。学生考上好学校，就跟着一起想要更努力，然后考到更好的学校。这在他们传统的升学管道里面，这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跟梦想。那我们帮孩子圆梦了，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我们未来孩子
一方面在精进他的动手做的能力之余，也可以慢慢的去学习的迁移，培养他们学习这方面的能力。学校针对学生的特性，用不同的视野和角度来带领他们，在教学内容做调整，不仅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被看见，也为他们开辟另一条升学管道。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第一阶段轻轨试乘活动推出以来，颇受乘客的好评。捷运局估算每天的运量达到8000多人次，遇到假日更是倍数成长。轻轨预计11月份要正式的启动收费机制，是否会影响民众搭乘的意愿？捷运局表示会加强服务品质，并且推出不同行销宣传的活动，希望民众能够继续支持。亚洲第一条无价空线轻轨从高雄出发，在试营运期间，每日运量人次也逐渐攀升。尤其是暑假到来，从北中南各地到访的游客络绎不绝，为的就是希望能亲自体验轻轨漫游城市的舒畅感。第一阶段轻轨站共有14站，目前已经完成了12站，预计在9月底全部完工。配合交通盛典活动，试乘免费期间到10月份为止，鼓励更多民众踊跃试乘。最重要的是，别忘了刷卡上车。就是生态交通盛典结束了以后，我们会来考虑开始收票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确定了以后，我们就会对外来做宣布。那目前第一阶段的一个票价呢，经过票价审议委员会的一个审议呢，它是全线单一票价，就是30元。捷运局表示，第一阶段共有14站的收费机制采单一票价，原价30元，持票证可享优惠措施。因为在试乘期间，有不少乘客会忘记刷卡，捷运局提醒，未来收费后如果查到未刷卡，恐将面临罚款。好，那目前是不扣款，好，免费搭乘。那这段时间呢，就是说也让市民朋友大家能够熟悉，基本上轻轨它是全国的首创，它跟这个捷运它是一个封闭式的一个月台，它是不一样的。按照前票就是30元的50倍，它会处罚到1500块。有关收费机制的细节，目前捷运局还在研议中。对于是否会因为收费影响乘客搭车的意愿，捷运局表示会加强服务品质，并且推出多元的行销活动，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社区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嗨翻暑假的2017高雄魔法城市风一下，历经一个月的精彩活动精彩落幕。总计今年共有200多所的学校，20万人次参加。教育局长范训律在出席闭幕典礼的时候，跟师生们相约明年再来。不论是小丑变戏法，或是余额有入港的活动表演，2017高雄魔法城市风一下闭幕场合充满着热闹气氛。回顾一个月来的活动点滴，从异彩街到魔法舞台，令小朋友印象深刻。当中和爷爷的跳跳屋更是吸引10000多名学童参与，每个人不仅流连忘返，也为这个暑假留下深刻回忆。和爷爷的跳跳屋第一次如此盛大进入我们的风一下的活动，那我们在体育场出现了30座的跳跳屋，这个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而且我们也照顾到了特教学生的需求，希望特教学生有机会参与很多艺术的活动，参与跳跳屋的活动，这是他们平常在家里或者在学校比较不容易接触的，所以我们未来会为特教的学生设计更多的活动。教育局连续8年举办儿童艺术教育活动，今年更与卫武营及200多所学校合作，用心规划长达一个月的风一下活动，让小朋友从玩艺术中享受艺术，度过一个丰富又多元的暑假。那所以看到整个城市在教育团队里头非常充沛的艺术能量在发挥出来了，从老师、从校长到小朋友到家长，那我们希望在每个社区学校的魔法舞台都可以延伸到社区，这就是我们的主要推风一下的目标啊。2017风一下活动内容丰富多元，参加人数超过20万人次，回响更是比过去还要来得热烈。闭幕典礼上，教育局长一再感谢各单位全力配合，尽管依依不舍，但局长还是跟全体师生们邀约明年暑假再来风一下。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罗少君采访报道。谢谢，我们期待明年。
城市翻转，你我共同来努力。社区好新闻，让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拥抱港都，热情加分。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赞！社区好新闻，报道区里大小事，看了好新闻，马上就有好心情。社区好新闻，关怀港都大小事，祝福每一天大家都有好心情。庆龄港都真正熟悉在地，是地方的好朋友，推出社区好新闻，欢迎大家做伙来收看。倾听在地，关怀社区。庆龄港都推出社区好新闻的节目，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防治登革热还可以增添一些趣味。原来楠梓区仁昌里利用宣导登革热之余，教导里民制作各种可爱造型的蚊香。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自己做出防蚊的蚊香，不仅长辈们学得开心，又可以活络筋骨，相当有意思。哎，桌子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可爱的巧克力饼干呢？可别误会了，这可是如假包换的蚊香。原来这些都是出自于仁昌里阿公阿嬷的巧手，他们跟着老师专业指导，把蚊香泥巴压扁，再用模型把各种造型按压出来，模样相当可爱。真的很好玩的没？对呀、它是很环保的，而且是中药制造而成的，它又有兼顾到说无毒无害。然后也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有一个可爱的造型，所以你不能当作是糖果那边吃，它是一个可爱的造型，可是它这是很可爱，这是我们自己我们观光据点特别创立的创设的一个特色。去年开办蚊香制作班造成轰动，获得阿公阿嬷一致好评。今年趁着盛夏来临，再加上又到登革热流行季节，里长再次邀请老师过来教学，加上志工们的热心协助，一个个造型可爱的蚊香就从长辈们手中大功告成，接着再放在大太阳底下晒个两天，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对，其实他们脑筋也动得快，可能是我的动力就是说，他们希望他们说，教了能够举一反三，感恩他们啦、头脑动得快，那我就越有用心，就越用心的去教。长辈们认真好学的态度完全不输给年轻人，不仅学得开心，同时又可以活络筋骨。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灿烂笑容。做好之后会不会就是有点不舍得把它点啊这样啊？对，有哪个是你做的？那个大象还有那个什么，尤其看着自己亲手做出来的造型蚊香满满的摆在桌子上，仿佛有种被疗愈的感觉。怪不得一整天活动中心处处充满着欢乐笑声。仁昌里蚊香堂赞。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帮助植物人，街头艺人也能够尽一份心力。高雄市五福中华路口的大力早市传出一首又一首精彩好听的日本演歌。原来这是擅长日本演歌的山田老师，为了帮助创世基金会高雄分会，特别带领团队进行表演，并且将募到的款项全数用来帮助植物人，现场又唱又跳，相当热闹。请看今天的港都脸谱。原本人潮熙来人往的传统市场，突然出现传统的日本演歌表演，立刻吸引不少民众驻足围观。又唱又跳，还不时打鼓弹吉他。原来这个团队大有来头，是相当擅长日本演歌的山田老师。本身对表演很有兴趣，考取街头艺人证照后，不时在高雄街头表演。一听到创世基金会高雄分会缺乏经费，立刻找来好友，一同在五福中华路口的大力早市街头献唱。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就是跟街头艺人的合作。那街头艺人能够为我们弱势朋友的一个需求做呼吁，那也很感谢我们大力早市的主任委员愿意提供这样的一个免费摊位，让我们今天在这边设摊。那当然就是随着大环境的一个经济的一些影响，那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尤其近一年今年来说，我们的整个经费的募集其实
少了非常非常的多，大概少了三成。精彩表演获得热烈回响，不论是买菜的民众或是路过的骑士，听到歌声后也随手将现金投入打赏箱。尽管金额并不多，但这份心意也令人感动。对啦，啊啦，有钱的人捐钱啊，啊无钱的人，我票捐我票啊，啊做会到的人加捐一寡，对吧？哎，啊我爱，啊我听唱我嘛袂歹啊。对啦，有歌有那个音乐哈，心情是比较开心的。就是有一些孤儿帮助他们，有时候要买什么，对对。山田老师表示，歌唱表演是他的兴趣，不仅散播欢乐，也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听到创世基金会需要帮忙，义无反顾伸出援手。在外面表演的话，那么就是一种有一点呐、利益熏心嘛，跟那有赚的钱要大场的，入大场我爱抢先。啊，来家今天这种心态就是说，创世基金会，那么有这这里那好的这个物件，那么这种公益社会公益嘛。这些个派鬼人啊，族人啊，这个派鬼人，大家有这份心，要来安尼关怀。一首接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日本演歌，就在大力早市传唱着，不仅充满欢笑，也充满着温暖。社区好新闻，潘志光、罗少君采访报道。现在的旅游趋势强调体验式的小旅行，市府观光局就推出甜蜜一下活动，将甜点美食包装在四个社区探访行程中，其中恋恋蚵仔寮行程中可以品尝到香浓的豆花，还可以参观鱼市场和冷冻场，以及鱼篓包装 DIY 等等，丰富又有趣。观光局长带领部落客走访恋恋鹅阿寮行程，参观冷冻厂的制冰流程，先到存放冰块的冷冻库里，感受零下25度的极冻快感，待不到几分钟，大家都夺门而出。快站起来，快站起来！硬了，硬了，硬了，很冷。可是我觉得带小朋友来体验是很棒，就是比如他可能没办法去很冷的地方的话，先带来这里体验，他如果喜欢的话，一样可以去别的地方旅游。接着到制冰厂，每个重达130公斤的超大冰块被吊起，但是只要用一个铁钩子就能够轻易勾起，快速脱冻。在炎炎夏日里参观冷冻厂，感觉特别清凉。紫关区渔会特别将产品包装设计成鱼篓，得用自己动手将鱼篓折叠起来，就可以放入小虾堡等休闲零嘴。可爱的鱼篓让人爱不释手。他要把每一个角。这个地方要折进去的这个小三角的地方，它其实手需要非常的巧，这个一定要自己来体验才可以感受到它困难的地方哈。不过也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精巧。体验的话，就是可以感受到在地的一些文化，然后主要是在透过体验的过程中，它其实会有一点难度，但透过这样子的学习，我觉得其实更能够知道说，哎，其实渔民啊，或是这样子鹅阿寮它的一些特色这样子。接着还有参观鱼市场，看跳手拍卖鱼货，体验一日承销商。而美味的甜点就是品尝香浓的豆花。而另外三条体验式小旅行也都安排社区的 DIY 手作体验。所以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民众能够到高雄来度过这个非常快乐的夏天。那我们有四条游程可以供大家来选取。那每一条游程呢，都是所谓的体验式跟深度的旅游。那每一个游程里面呢，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式的手作的体验以及呢解说。甜蜜一下活动共有四个旅游行程，像是哈马星、盐城和美浓，以及紫关鹅安寮渔港，兼具趣味和知性。暑假期间可以上到活动官网查询报名。社区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不论是走在路上或是停车等红绿灯，就会有人忍不住滑手机，甚至绿灯了还停留在原地，相当的危险。不过你可知道，这样的行为其实已经触犯了交通处罚条例，可以处以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罚金。明明是走在马路上，却不看路，紧盯着手机荧幕，十分认真。这样的情景，你我一定都见过。或者停个红绿灯，就赶紧把握机会，连绿灯了还是没感觉，气得后方只能平按喇叭警告。常会看到人家在滑的。有时候啦，嘿。那你觉得这样好吗？不太好，因为后面都会挡到人家的路啊，
像绿灯了啊，我还要逼他一下，他才会走这样。继续来看到这位同样是低头一族的女骑士，绿灯了还是停在原地不动，大小车就这么从旁边呼啸而过，惊险万分。夸张的是，就算路人劝导也丝毫不在乎。其实根据道路交通处罚条例，这样的行为是可以处以新台币1000元的罚锾。只要使用操作的行为有拨接、通话或者速记的行为的话，摩托车上就是罚金1000块钱。好啊，所以他装在上面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只要他有去拨接动作的话，我们远景看到了，不好意思，这是符合这项法律的规定。其实不止骑机车滑手机会开罚，汽车驾驶要是同样在车子里滑或接电话，一样可以处以新台币1500至3000元不等的罚金。而交通警察不断劝导语重心长，就是希望用路人能多保护自身安全。手机的时候，你网络上面有很多影片都可以看到，说他会摔倒，或者被他车哈，来不及后会发生车祸，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哈。所以是希望行人哦，还是要遵守规矩哈。如果你有用手机的习惯的时候，请你停下来，路边找个安全的地方坐下来，这样的话对大家都会很好的。台湾人在马路上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的用路习惯，一直以来就很让人诟病。如今再加上智慧手机盛行，坏习惯又多了一笔。看来想要改正，交通教育还得再加强。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庆联港都农民历带您快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的8月26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五，适合祭祀、沐浴、礼法、破土，不适合嫁娶、出行、入宅、开市。冲突煞东方，19岁和79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您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阅读生命的波澜，
从记忆阅读不朽的匠心，从一种坚定阅读追求初心的感动，从悠久文化阅读高雄在地的韵味。每周三晚间九点，和您一起阅高雄。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